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中比五四三的直播平台。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谈天说地第四十四单元。那第四十四单元呢，我们主要是在跟大家分享周衍学说与五行生克理论。我们在四十三单元里头曾经说啊，周衍是战国时代的这个第一才子。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啊，周衍的大致的一个学说，大致的学说。因为周衍的著作大部分都已经亡失了啊，都已经看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只了解周衍的学说呢，主要是根据这个《史记》啊，司马迁的《史记》，还有这个这个班固的《后汉书》，那另外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啊，这几本书呢啊，都有一些记载。那我们先来看这一章啊，周衍的一个本体论啊，周衍的本体论第一部分，我们跟大家分享周衍的本体论。周衍的本体论主要是谈四个大纲啊，四个章节。那第一个呢是天地呢氤氲啊，这个字呢很难念啊，氤氲，万物生化。第二个呢是一阴一阳，既善存性。那第三大这个重点呢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第四大单元是生死本源，天地鬼神。这是周衍呢对于本体论最主要的四个方面的论述。所谓本体呢，就是说一个哲学的本质了，哲学本质，也就是周衍的一个哲学的基本的本质了。它表现在四个方面啊，这个我们它的哲学的本质我们叫本体论。那它的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所谓的天地氤氲啊，氤氲。万物化生，这氤氲这两个字呢，我们在以后呢会再跟大家解释它大致的意思呢，就是烟雾弥漫啊，烟雾弥漫的意思。他说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因为呢，这个从先天这个无极呢变成太极之后呢，所产生的一种现象。那这个易经的这些创始者无锡氏呢，他根据呢这个天地雷风水火三则这八种现象呢。定出所谓的八卦，那这个八卦呢是互相的作用，来说明八卦的形成，还有八卦的变化。那乾坤两卦呢，在八卦当中最为重要啊，最为重要，那是一切现象的根源。我们现在的韩国的国旗呢，这是八卦旗，但是呢，它只剩下四卦啊，就是乾坤两卦，那另外水火两卦啊，那其他的这个雷风还有三则呢，它后来省略了，所以它其实是只画了四个卦。那第一个表现就是天地氤氲，万物化生，这个重点是表现在天地生成的理论啊，天地生成的理论。那第二个重点呢他讲说一阴一阳，既善存性啊，那这个既善存性，那一阴一阳之谓道啊，这易系辞里头讲，他说世界的形成和变化基本上是由两种力量所决定的，那第一种力量是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是阳的力量。这两个力量呢，它是既是对立啊，又是统一。那这两种势力的基本决定，那阳性的势力啊，阳性的势力我们就叫做乾；阴性的势力呢，我们叫做坤啊，叫坤。那阳性呢，使这个万物万事都能够发生啊，都能够发生啊，万物之长。那阴性的势力呢，使得万物都能够成长。那人类呢，有男生和女生的差别啊，万物也是如此。也就是因为有这个乾坤啊，天地两种，这个两种这个基本的一个势力所决定，所以呢叫一阴一阳之谓道，既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啊，这是易系辞里面讲的话。那这个周衍呢，大概也是从这里发挥，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后呢这个。这个既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一阴一阳，既善成性啊，既善成性。那周衍的本体论呢，第三方面呢，它表现在否极泰来，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所以呢，周衍认为呢，在这个客观世界里头啊，它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互相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于是他提出了不断变化，不断变化，他用两个字来加以解释啊，这两个字叫日新啊，日新。所以他提出日新的观念，所谓天地大德日新啊，日新谓之圣德啊，生生之谓义啊。所以呢，日新呢是世界是所有事物变化啊，所有事物变化啊，这种变化是循环变化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他说像这个一阴一阳，然后呢哈，既善存现啊，这是他在本体论里头所提到的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重点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物极必反。他认为客观事物呢，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它可以使事物发生变化。那日夜推移呢？日夜推移使这个白天呢产生白天跟黑夜。那这个白天跟黑夜呢？它可以往复循环，就是太阳跟月亮呢啊往复循环，也就是时而光明，时而黑暗。那这样呢，就变成了事物变化的一些自动的一些规律。所以是第三个重点，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第四个重点呢，这个周衍的这个学说里面呢，有非常强的泛神主义。泛神主义，他说这个生死本源呢，天地鬼神，所以人的生死本源于天地的变化，本源于天地变化。那死呢，意味着回归天地，回归天地的根源。那鬼神呢，只是呢，人死之后呢，他的精气呢，散于天地之间啊。所以阴阳家呢，他其实并没有否定鬼神。但是呢，对鬼神的解释呢，它倾向于所谓的泛神论的倾向。那易经呢，把八卦当成世界的结构，那五行呢是这个世界结构的内在气息，所以呢，世界是按照的阴阳八卦还有五行的法则来变化运行。所以八卦代表的形，那五行呢代表的气啊，所谓的形气合一。所以八卦表形啊，这个五行呢表气。那这也跟《黄帝内经》提到的一句话叫气聚则形生啊，气聚则形生，形死则气散啊，它的道理是大致是一致的，也就是八卦是代表人的外形，而五行呢是代表内部气息的运作。那这个形死则气散，那气聚则形生啊，它的这个理论呢，这是它的对于这个所谓的本体论，也就是哲学的本源呢。周衍有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一个架构啊，第一个是天地阴阳，万物化生啊；第二是一阴一阳，既善存现啊；第三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第四是生死本源，天地鬼神。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周衍的人生论啊。周衍对于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他认为人生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或者是人的生命过程当中啊，从何处来啊，要往何处去呢？那这种叫人生论。周衍的人生论呢，主要表现在三个，他的理论呢，主要有三大项。第一是天地万物自然人生，天地万物自然人生，也就是人应该要效法自然啊，效法自然。天尊地卑，秩序天成啊！天尊地卑，秩序天成，这是他第二个方面。第三是吉凶祸福，天人感应啊！吉凶祸福，天人感应。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周衍的人生论啊，他认为啊，天地万物自然人生，所以自然界呢是人类生活以至于生命的一些基础。周衍认为呢，先有天地，然后就有万物。有了万物呢，才有男女；有了男女之后呢，才有了夫妇；有了夫妇之后呢，才有父子；有父子之后呢，才有君臣；有君臣之后，才有社会，才有人人关系。所以最后才有礼义、仁慈等等社会的道德规范。所以有了自然界，才有了人类；有了人类呢，才有社会生活。所以自然界呢，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这个我们叫做天地万物自然人生。第二个重点呢，周衍的人生论呢，他相信了天尊地卑，秩序天成，也就是坤是代表呢这个天尊地卑贵贱定位，也就是社会现象呢受到这个阴阳两种势力的决定。那乾卦呢是代表国君啊，代表父亲，代表丈夫，还有代表天的象征。那坤这个卦呢是代表臣子，代表子女，代表妻子，还代表大地的象征。所以呢，天地还有乾坤呢，它是有一个次序，有一个尊贵贱尊卑的次序，它也有贵贱尊卑的差别，也有一个等级的顺序。所以人类社会呢，就形成等级的秩序。因为有人类社会里头有等级的秩序，所以它就不会造成纷乱，不会造成纷乱。那社会上的贵贱尊卑的秩序，这个贵贱尊卑的秩序呢，必须要效法天地的秩序，还有效法乾坤的秩序。所以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成，贵贱位矣。也就是他相信呢，自然的秩序呢，跟人生秩序呢，它是天成的，这是他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呢，他说了，这个吉凶祸福天人感应，也就一个人的吉或者是凶啊，要看老天怎么说，那有个感应。所以呢，作人认为自然界的变化，还有人的生活，社会生活也是互相影响、互相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亮了，人就起来工作；天黑了，人就回家睡觉。秋天到了，我们就去耕种；夏天到了，我们就去耕耘。这个所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个时间的顺序呢，人的起居饮食，还有人的生活生产活动呢，都是因为自然的变化而有的规律。那这些规律呢，他把它叫月令啊，月令啊，这个月令在这个八字里面呢，在的就有一个月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它是代表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月令对你影响最大。通常呢，月令的意思是代表母亲啊，当然以后我们再讲如果解读八字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讲月令这两个字。这就是月令，他说自然界的变化啊，可以决定人的吉凶祸福啊，所以呢，这是作为你的人生论的三大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天地万物自然人生，第二个重点是天尊地卑秩序天成，第三个重点是吉凶祸福天人感应。接下来就进入作演最重要的政治论啊。这作演呢，因为他目睹在齐国的时候，目睹呢国君的这个荒淫，很多国家国君呢无所节制了所以呢拉扁士颖生活的非常的痛苦，所以作演呢想把他的学说呢想要解救民众，这是他最刚开始的时候，产生这个学说一个初心呢 所以呢，作人就有他的所谓的政治论。那作人的政治论里头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汤武革命，就是商汤啊，这个还有周武王啊的革命啊必然发生啊。第二个重点是统治者必须效法于天。第三呢，八卦天成，观象志气。第四个重点是五德移转，天命有时，这是作人政治论里面的四大重点。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汤武革命必然发生。这个周衍认为呢，日新还有变革呢，是大自然必然的基本规律，所以事物的变化呢，它必然会发生变异性。所以呢，他认为啊，统治者当他的这个量变之后产生质变，那革命必然会发生。所以呢，这个商汤还有周文王、周武王的革命啊，一定会发生，而且这种发生呢，不会停下来啊，它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那这个发生的时候，统治者的政权呢就自然得到更替，那新的政权代替了旧的政权，那必须呢要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新的政权呢这个取代了旧政权，如果没有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话，那这个新的政权呢也就失去了依靠。所以他这种汤武革命必然发生了就为后世呢改朝换代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第二个重点呢，周衍认为呢，统治者应该效法于天，也就是统治者呢应该要怎么效法于天，应该利用自然，应该尊敬自然，运用自然界的法则还有自然界的品德用来约束自己，用来管理人民这个就是天人合一的学说，所以保留了具有道德属性的看法道德属性，这是第二个重点统治者应该效法于天如果统治者没办法效法于天的话，那必然会有后起之人把它推翻这就是会产生汤武革命的必然发生的状况。那第三个重点是八卦天成，观象志气他认为呢，古代的圣人呢，观察了自然的现象，观察了鸟兽，观察了天地，都观察了自然环境，所以呢，他从而制定八卦，而且用八卦来说明万物万事的变化。那圣人在制定八卦之后呢，又根据这些卦象他制定了器物的标准，制定器物标准。那根据器物的标准呢，制定出的器具，各种不同的器具，那供人使用。那这个呢，我们叫做观象志气，就是易经的理论了，来制成各种不同适合人类使用的这种器物。所以呢，它第二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八卦天成，观象志气。那观象志气呢，就是根据卦的形象来决定器物的一个制作的标准，然后根据这个器物的制作标准呢，来制作出器物这是作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最后一个看法是五德一转，天命有时，也就是有因为五德呢，就金木水火土有五种，这五行呢，它具有五种德性，
所以木有木德，水有水德，火有火德，金有金德啊，那水水有水德，这叫五行五种德性。那统治者应该按照五种德性的移转的次序来进行统治。那统治者如果没有统治的很好的话，他五行的移转次序就会发生。所以呢，如果统治者治理的很好的话，自然界就会发生祥瑞的象征。那周衍呢，提出所谓先念小物，由小看大，退而大之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他从周边非常小的事情呢，来跟你解说，然后再推演到看不见的事情，然后推演到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呢，他推演出当前的为过去呢人类历史的变化，也推演出人类未来历史的变化，然后根据呢推论出上古的起源，也推论出未来世界的发展。那这个呢和五德移转天命有时，那最重要的学说就是五德中子说，还有大九说、大九州说这两个。那这两个部分呢，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来跟大家来逐一的一个说明。所以周衍的政治论，它主要观点有四项。第一个是贪污革命必然发生啊，第二个是统治者必须效法于天，第三呢八卦天成自相观气，第四是五德移转天命有时。我们呢在第一个部分呢先跟大家分享周衍的人生论、周衍的政治论，那以及周衍的本体论。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去跟大家分享周衍的五大学说。谢谢大家收看。